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声音迷离人更加迷离的小莫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野外求生的电影《127小时》。这部电影是来自一个真实的荒野逃生事件。电影的主人公名叫阿伦，是个资深探险家。这天他独自一人去了美国的蓝约翰峡谷。这个峡谷地处偏僻，人迹罕至，但景色极美。游览和与他人斗趣一番后，他独自来到了一条大约一米宽的峡谷。他顺着岩石向上攀，起初一切都很顺利。然而当他攀越一道3英尺的岩缝时，不幸发生了。阿伦推着一块挡住他去路的巨石，准备攀越时，巨石摇晃了一下，阿伦脚下一滑，猛然向下，整个右手和前臂被狠狠地挤在了巨石和岩壁之间，巨石将他牢牢地定在了半空中。事发太突然，在阿伦从整个事件中清醒过来后，伴着剧痛，无论他怎样推拉拽都是徒劳。他试图将巨石凿碎，可是他只带了一把袖珍小折刀。阿伦这时能做的唯有保持清醒，节省体力，绝望的等待极其渺茫的救援。他背包里有2个玉米煎饼、几块口香糖，以及仅剩的350毫升饮水，这是他所有的口粮。他尽量节省，希望撑得久一点。他把名字刻在岩壁上，希望有朝一日那些爱他的人能够读到自己的遭遇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幻觉也不断的出现。在被困的第3天，阿伦喝尽了最后一滴水，他的绝望感也一点点的加重。在第5天的时候，阿伦做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。他从登山包里拿出了那柄8厘米长的小折刀和急救包，决定用小刀把自己的手臂割断逃生。因为刀子非常钝，阿伦连续割了1个小时，终于将右臂的肌肉软组织切下，然后利用岩石把自己的骨头折断了。由于大量失血，阿伦差点晕厥。在简易的止血后，他用登山毛将一个绳子固定在岩壁上，用一只手臂借助绳索下降20多米，向生的希望走去。幸运的是，在他跌跌撞撞接近谷底时，迎面走来了2位践行者，两人赶紧把食物和水给了阿伦，随后他们3人继续向前走。就在距离阿伦汽车差不多1公里处，一架直升机来了。直升机降落后，看到这番景象，警察都惊呆了。经过医院的治疗，他逐渐康复，但可惜的是，在这次事件中他失去了自己的右前臂。但是他没有放弃攀岩，仍行进在攀岩的路上。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去看一下哦。好了，小